封神中姜子牙休妻的故事出自武王伐咒化《武王伐纣平话》。《武王伐纣平话》中，姜子牙因为卖卜看破买卦女子为上界金星女下凡，被周王赏识，封为司户参军，在商纣手下做了官。《封神演义》中演化为火烧琵琶精士姜子牙娶妻的故事在平话中并没有过多的表现。周王调戏南燕王黄飞虎妻子耿氏，致使黄飞虎反了朝歌。姜子牙主动接榜寄情黄飞虎。 从黄飞虎口中了解事情始末。亦是飞虎器官归隐盘溪，马氏不愿追随姜子牙天涯漂泊，递交了辞呈。有妻马氏，虽妻所修而去。子牙亦不苦留，欲修了教去。啊，志传中姜子牙在适婚年龄已经有了妻儿。志传包括《列国志传》中商周大战部分，即在此基础上后人改写的《有商志传》中，黄飞虎反杀的事情被删改掉了。但是后面姜子牙指陈商周之罪时， 要有所提及，是改未尽善的痕迹余留。姜子牙归隐的原因也因之发生了变化，与黄飞虎无涉了。姜子牙因纣王残虐生民，乃妾家属避居东海。妻子马氏因为姜子牙钓鱼为生，没有作为，整日抱怨，并表达了离婚的夙愿。但姜子牙又因为听闻西岐安乐，妾妻子奔岐州。由此可知，马氏虽有怨言，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丈夫身边。妻子。 古文语境下为妻子和孩子，可见姜子牙是在适婚年龄就娶妻生子了。平话故事简略，重点在于表现纣王无道和商周大战。至场开始注重人物刻画，所以姜子牙的故事开始丰满。至于封神，则综合了两者，杂糅一处，创作出了娶妻、休妻、封妻的完整的姜子牙世俗生活画卷。三、姜子牙休妻故事更早的渊源，姜子牙休妻实际是被休的故事与史有争。 《战国策秦武·秦舞太公望，其之卓夫。书院尊贤，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韩世外传》太公望少为人序，老而渐去。姜子牙的籍贯在《封神》中为东海许州，许州即许昌，并不在东海郡，可见为作者捏造。其真实籍贯暂无定论，有江苏说、山东说、安徽说、河北说等。何博士认为山东说为确。江苏东海与山东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相邻。 也大致在这个范围，可以和二说为一说，其的也比中原地区更多的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痕迹，所以姜子牙才有被休的可能。四封神姜子牙休妻始末与凭空出现的子嗣。封神中姜子牙以七十二岁高龄娶了六十八岁的马氏。话说子牙成亲之后，终日思慕昆仑，只虑大道不成，心中不悦，那里有心情与马氏、穆氏吵欢。马氏不知子牙心事，只说子牙是无用之物。 姜子牙潜心道学，不懂风月，又因为年老体迈，被马氏认为不能行房，所以直至两人分道扬镳。姜子牙并没有一儿半女，但是在最终回武王分封列国时，姜子牙以功臣封为侯爵，封地在齐国，却凭空多出来一个儿子，号子牙亨，公子造继为四位，治小白，相管仲，博天下，春秋赖之。五封神姜子牙出现子嗣矛盾的原因。 《封神》出于对姜子牙世俗形象的塑造，为了突出他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受人间之福的命运，作者并没有过多将其神化，所以着重描写了姜子牙娶妻和经商的世俗生活。但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对平话与志传的因袭与改造，对于二者相异的情节，《封神》没有很好的融合，包括此前何博士介绍的周王死亡的方法，二书并不相同。 《封神》在预演性诗词中采用了平话中纣王选手太白旗的结局，而在真正描写纣王之死时，又采用了平话中纣王自焚而死的结局。出于对借鉴的平话与志传的情节一致及改写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再加上时人对小说这一题材的不重视态度，创作者并没有用心去弥缝修正，致使《封神》中出现了不可胜数的矛盾。除以上例证外，再如千里眼、顺风耳。 文中多次预言封神，最后失落封神名单。龙须虎前期预言封神榜上无姓名，最终却成了天丑星。周王剖骨验孕这两件残虐生民的事件，本来发生在伐纣后期，但是姜子牙却多次在此事件发生之前指陈此事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对平话与质传的改造过程中，出现姜子牙有无子嗣的矛盾疏漏也就不奇怪了。 有读者勉强解释为姜子牙回到分封之地再续娶生子也难以站住脚，毕竟此时已是下山二十年后，姜子牙也已经九十余岁的高龄六。六封神中姜子牙的儿子公子造，《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盖太公之族百有余年，子丁公吕吉立，吕吉就是封神中的公子造，继续辅佐周天子，齐国国君一代代世袭下去，经历宦海沉浮，既有齐桓公小白的极盛时期。 也有著名的历史事件，田氏代齐，齐国为田氏所创，终于易主。姜子牙的子孙遭到迫害，纷纷远避。七，姜子牙号人今何在？姜子牙的子孙如今散落在全国各地，据考证有一百多个姓氏，由其氏族繁衍而来，乃至韩国总统、泰国总理都有回国祭祖认亲者。在何博士的家乡廊坊市大城县，有一条子牙河，为海河的支流。 子牙和因其西岸有子牙村，在今天津市蓟县得名。燕山丛路大城北有子牙镇，相传以为太公居此，所谓东海之滨也。据村中吕氏族谱清康熙四十六年记载，姜太公封于其后，相延三十世遭田氏之乱，儿子若孙逃窜，金山东之登州其长之也。为居大城之子牙者，傍台而处，千有余年，其少之也。姜子牙的后人因为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事件。 批获登州于唐朝初年，又有支脉迁居于廊坊大城县。为纪念先祖，在高处土台之上立祠。明朝扩建为子牙庙。吕氏族谱中所述的傍台而处的台即指子牙庙台。族谱所记虽然只涉及姜子牙部分后裔，但由此可以窥见盛衰无常。即使功高如姜太公，也难免有子嗣遭祸之时。如今，姜子牙的后人以不同的姓氏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 经过三千年岁月的洗礼，祖先的荣耀与光辉穿透历史的时空，照耀在每一个后人的心中。